不孝不忠，而惧弑父弑君之祸，其道坚逆，则其行也繁顺，其术艰难，则其成也繁易。故见为之者，见小之惧。因坤之初六，而近于人道之始也。夫人道不外善恶，人心不外伦常，以身为身，必因于养，以情复性，必本善良，以身为亲上，而积德事极，成道事旺。故谓于阴之初凝，气之始降，天地将讽，善人思丧，恶行乃彰，祸殃乃彰，乃失刚为，乃溃敝防。斯人道之绝灭，而天理之为王。徒因不足以生长，徒恶人足以自戕。关乎天地之令，而凛凛于冰霜，便于秋冬之日，而积极于收藏，以知见之足贵，而思患于预防，以见机之不肆，而戒慎于毫芒。此君子成德之志，亦圣人立教之方，虽切切于祸福，实谆谆于纲常。为人之称三才，将并复载之德，则见于天地之亏，必有晚拔之力。为人道见其本，为世事立其极。思所谓应变以常，而称之有物有则也。文言多为人道言，为世交也。所述六爻之辞，皆重在人事，以明圣人演义本质。然向此本同志，卦爻所至，一言其义。文辞所述，亦依爻位而定所宜。如坤卦以顺为本，以厚为正，以静为德，以柔为道，而所成则同于前也。坤六二爻文言亦明此意，以二爻位正位，而能配前，内正乎位，外行乎实，道合于前，而德不孤，故有直方大之称也。直以正位，方以宜实，正内则静，宜实则易，内有其静，外者其易，是曰全德，以同于前。故曰不孤，道恒天下，德并不见。故曰大，前言大者，干之称也。乾坤的乾，为坤克成乾。故曰大焉，由其正位而不自易，宜时而立于物，其德乃大，其气乃盛。以行而不争于前，志而不负于前，始终相合，行止相协，相得益彰，为上所重，为主所宜，魔所临逼，则功高不济；魔所诽谤，则得志不禅。故其行也，无见矣，为其不失敬意，成其直方之名，有其功德，成其大，
虽不相及，亦不疑，以其无不利也。焉于己于物，于上于下，无不利也。所谓不习者，在一己言自成也，在对人言不暇也。自成则能信于外，不暇则无犯于人，故曰不习无不利。夫人之不克成者，必赖于习，以求其信。不立德者，必视其习，以求其进。唯君子不在事中求之，为其自正以进，以时以义，通上以成德，立物以成大，不待其而自信，故所行不已。